场友情好珍贵，杨丞琳猛夸潘帅不避讳。潘玮柏和杨丞琳的好关系是圈里众人皆知的秘密。近日两人再度携手一同为公益活动拍摄广告，现场杨丞琳就毫不避讳地大夸潘帅讨人喜欢。我妈常常说玮柏看起来就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，就是他的脸就是看起来就是开心，就算他假笑你也看不出来的那个是。陈琳，你这样夸他不怕再次被传绯闻吗？不过这话让潘帅还是倍感受用的，他不仅全盘照收，还再度加码狠夸了自己一番。那天去香港，然后就有一个朋友是外国人来，他说很远看到，哎，你的朋友怎么看像19岁？他是 Justin Bieber 吗？你知道我听了还蛮很什么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可能就是可能这些朋友们会以为我是你知道 Justin Bieber， 然后就更融入在里面。哦，会哈。真的很难接。小编点评：潘帅，给点阳光，你就灿烂喽。